和田玉里雕刻的神兽题材，你知道几个？订阅玉源和田玉，每天学点新知识。三字经里说“玉不琢不成器”，就是说天然的玉石一定要经过雕刻才能成为大器，因为天然的玉石表面都会很粗糙，或者是有一些瑕疵，所以除了一些热衷于原石收藏的人，大多数和田玉都是要经过加工的，最少也会经过打磨抛光的。而雕刻后的玉器题材多样，也成了更多人的选择。 一般在和田玉的雕刻中，选择较多的题材有花、鸟、虫、鱼，当然也有很多神态各异的观音和佛。但是要论雕刻中形象更加鲜明的题材的话，那么兽这个题材就是当仁不让的了。而这中间有我国传统的神兽，有祥瑞的寓意，比如龙、貔貅、貔貅等，当然也不乏有一些凶悍威猛的形象。所以一提到兽，更多的人可能会感到害怕。 而附在和田玉之上的兽，都会被称作是神兽，毕竟都说和田玉是有灵性的，所以即便是在凶残的兽，也会被感化的。即使样貌吓人，但是也有驱凶避邪的作用，可千万别小看了它。但一般也都是男士会选择的多一点，而且神兽都是会认主的，他们一生只会认定一个人，有绝对的忠心，所以拥有这样一件玉器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。